你看逗留都会做通知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看到，我就来日志，然后他刚刚已经通知我说有陌生人在我门口，你看这边有一个逗留警告，1:11，是我现在的时间，就是有人现在在我这边逗留，然后我进去，他只要逗留超过10秒钟，他会自动帮我截图，我就会很清楚是这个人我认不认识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因为现在人在外面，然后如果说他们找我们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远端的开门的动作。哦，你看有没有有人在按电铃，然后他就会呼叫，那我就可以，这是我按我电铃，然后我就会看到这个人，然后我这里就有可以，哎，这个是男生，我不熟，那我这边就可以说大叔，我用大叔跟他对话，对，好了，其实是我老公，然后我就可以长按帮他做开锁，然后就开锁了，所以。这个功用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，所以我建议啊，就是如果你要用，你们要用远端的，非常非常好用哦。